现在呢，因为我买一个灯泡，我要来什么？妹妹啊！你知道那个西西的死了？不要睡了啦，等下要早睡嘞。我要重新讲话，我要奔跑了。今天又没出来。不知道谁吧？就看谁玩的。我急事哈哈。谢谢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。陪我走过这段黑暗的日子。这是我的哥哥。对。陪我度过我的人生课程。滚！我现在就清醒了。所以，我绝对回去。妹妹，阿伯，你们怎么没有关哦？好。这个明天让我们去哈。现在怎么也好，都回不去了。我的路就只是，我们还有这段回忆。大概三四岁的时候，他搬家了。我的后父对我不好，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，就对我更恶劣，一直虐待。在我失去时的那一天，
上级通过维生素作为增强点滴，产品富含维生素C、维生素
嗯。